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. 大家好, 我是 Dan. 여자친구成员엄지 在 IG 上传了道歉文,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?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。 6月5号, 一位粉丝用 IG 给 엄지 留言, 非常爱你又想念你, 不知道你会不会读我的信息, 我住在蔚山, 이서구说, 他是 엄지的亲戚, 对此 엄지 回复, 我也是很怀念你们, 谢谢你们, 但是很遗憾的是, 我活到现在没有见过 이서구, 我都会背我亲戚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们的名字, 不管怎么样, 希望住在蔚山的 이서구 能健康, 哈哈哈哈, 但是没过多久, 엄지发现到非常惊人的事情, 刚才提到的那个人, 确实是亲戚, 엄지上传了道歉文啊，真的很抱歉，住在蔚山的이서구，听说是妈妈的舅舅的儿子，是一位很善良努力的好人，虽然没有见过面，但是有一直应援我们，也听到了关于美丽的结婚故事，给我留言的粉丝以及이서구，真的很抱歉，希望能原谅我的疏忽，最后希望能跟孩子们以及太太过着幸福的生活，然后在右下角小小的写着啊，我真的是傻瓜。 啊，超好笑，可爱，不常见的话当然会不知道啊，我也只是知道父母亲外甥的脸，但是不知道名字。OMG好可爱，已经很想念了，所以想问一下，大家知道妈妈的舅舅的孩子的名字吗？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出现在旁滩 MB 的男爱豆，看拿兔的 MB 的话就是这个地方，这位 idol 当时不是 P Hit 的练习生，而是以舞团所属的伴舞身份参与了 MB， 也出现在音乐节目，也参加了旁滩的世界巡回演唱会，所以在旁滩的直拍里也能看到。 甚至在旁滩的 Putobo 也出现了，所以这位命中注定要成为 idol 的人到底是谁呢？这位就是 Stray Kids 的主舞Lino。 콩프타우르네 봄날 나투데이 我都在，也参加了世界巡回演唱会。有一次在电台偶然碰见了切호前辈，而切호前辈先来搭话说：“诺，李诺啊你。” 李诺到2017年为止有参加旁滩的日本演唱会，然后在收到 JYP 娱乐的联络后，在契约中心进入了 JYP。 2018年3月以 Stray Kids 出道了。哇，这么一想，曾经担任旁滩双人团伴舞的李诺，现在成长为在年末颁奖典礼靠边旁滩的 idol 了。在数十名的伴舞当中能出现在直拍跟 Potobu 真的大方。不过这颜值只做伴舞确实是有点可惜了。谢谢你的出道，希望 李诺 以及 Stray Kids 以后继续能走花路。 我们来看一下皮肤非常白的男爱豆们。 Thank you.